你们之前在一起过？绝对没有，我跟他只是单纯的同学关系，仅此而已。还有照片的事，照片我知道，那很明显就是借位啊。我这么聪明的小脑袋瓜还想不明白吗？所以怕水也是这样吗？怕水的事情就多亏了我大哥了，只要有你在身边我就会很安心。你这是要谋杀我吗？我这是在做练习。做练习？你怎么来了？外卖小妹来给你送大虾来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走吧，超级新鲜的烤大虾配上这个乐菊乌龙，真的是绝味。姜姜，闻到香味了吗？怎么了？你不会没吃过烤虾吧？嗯。你试试，哎，你试试就知道了，真的可好吃了。来，我给你示范一下。先去头，去尾。试试，好吧。我觉得这个虾还没有做好准备被人家吃。好吃吗？戴上手套来。今天任务达标了，我不影响你工作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你不用送我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不行，你在这等着我，我去洗个手，马上就回来，等着我啊。包吃包住，但是没有工资。什么时候签合同？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你干嘛带把伞？今天有雨。今天有雨？今天怎么可能有雨啊，这么大太阳。你都不看天气预报的吗？天气预报经常都不准，我从来都不看。那就当今天是真的。我未雨绸缪，有没有什么奖励？看着呢。是因为我弟跟杏儿来了，所以生气了吗？英儿跟赵磊不也来了吗？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？生理期来了？安琪，这个钉子没钉进去。
你定呗。再说了，缺一根钉子又不会怎么样，这么牢固，怎么了？不行，我给你讨一个，我给你睡。给你试试啊，一点都不会，不结实，非常的结实。出来，很结实。哎，那你这么想玩，我们一起试试吧。我才不要跟你试。那总比你安全。今天好像看不到星星了。可是我找这个地方找了好久才找到。那我们就下次再看，好吧？对不起。没让你看到星星，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，傻瓜。